准备。哎呀，好冷啊！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煮什么？又是煮鸡蛋面。看煮是什么？放了什么？放了那个鸭蛋，还有蘑菇。煮这么多，你吃得完？嗯，还要保持节能。煮了喂狗啊？我吃剩的，就喂狗。我煮了喂狗，那煮的一点都不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酸菜。没什么事。好冷啊！好火！你不高兴？没有啊，我吃面。也没什么事，那我回家了。准备，这个面好不好吃？还可以，你放了蘑菇、鸭蛋的。放什么配料？什么都没放，我就放盐、酱油，就放，就那里摘了一点青菜。回家了。哦，要不要送你啊？不用。这香肠就留一点在这里就可以了，你想拿回去啊？下次我再拿一包过来给你。不用啦，你这香肠我又不喜欢吃，拿过来干嘛嘛？到晚上的你还过来，你走夜路不黑吗？不怕吗？才几点？你睡那么早吗？才十个点半，是不是？下次不要拿过来了，都我不喜欢吃这个。你大晚上的过来肯定不好啊。怎么不好啊？我还好，保时捷他认识你不认识你，等一下他跑出来咬你哦。我晚上我都不拴的，他住狗笼狗那个狗窝里面的，咬你我可不赔哦。下次你不要晚上过来了。那我回家了。你拿回去啊。不要不要。那你回家，我睡觉了啊。你这些辣又还没干，哎，你那上面怎么不挂那个腊肉啊？上面没有腊肉挂了，我去吧，我睡觉了。嗯，早点睡吧。大晚上过来，服了。这个小勇
大半夜的都不知道他过来啥意思，还好我还没有睡着，那过来就给我送个砂糖橘。他家走到这里要多久？不知道他是走路，应该是走路的吧？我看他从那边过来的，那他应该是走果园那条路过来的，走过来都有两个小时，不懂他啥意思。还好我保时捷没有咬他，咬他我真的我赔不起了。大晚上的过来，我刚刚快要睡着了，给他吵醒了，刚好涂点药。现在外面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大雨了，不知道他回去会不会被淋。回去被淋的话感冒了，我看他怎么弄。这么远还过来，就送个砂糖橘，我又不喜欢吃。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刚刚我还以为是坏人呢，还好听到声音是他，不然我就拿个棍子出去了，我就直接敲他了。这个上火了，然后涂这个药。看来我下次真的要买一个那种叫什么防狼棒啊，就是那种防身的那种，放在这里。哇，下好大雨了。睡觉了。